你怎么敢骂讲你妈在要开庭的代志？阮大家嘛真清楚，你应该都会过死刑，所以。卡正你会这么大，你是要要甲伊讲，会互艰苦的代志，身体也袂堪，你袂安怎？你怎会知影讲卡正为你艰苦，为你烦恼，是安怎当初时你要做遐杀人放火的代志啊？ 真正，我为了我的孙，规头壳内面，敢若有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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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即马，哼，一支脚已经踏入棺材内面，我才想着，每一个人出事的时阵，拢是双手空空来，所以死了。 我是双手空空走，就算有够多钱，嘛无路用。叶秋，法官都要宣判，你家己哪会用讲？你已经是一个脚踏入棺材底的人啊，就算我法官宣判，你嘛会用上诉？哪会用这么紧就放弃希望啊？阿姐，我黄平秋。 一世人讲过偌济歹听话，做过偌济歹代志，我家己心肝内在在，所以明仔载，法官若真正判我死刑，这叫做求人得人，我欢喜甘愿。伊若真正无判我死刑，我才会上诉。我的要求，该判我死刑为止。 我在生的时阵，常常用歹看面，所以我甘愿叫我枪毙大事。是了，我会当忍大笑容，我娘肯定要棺材底，我嘛不甘愿，爱子民犯错来惨死，也都是棺材内面，又还是歹看面。 明秋，明秋，你安尼一心求死，你敢有想着卡匠伊老大人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心情？你敢有想着我想着志玲想着志玲做你某囝，你着你安尼做干掉啊？是啊，爸，既然即马我的妈、哥哥，拢予伊重新照顾你、陪伴你。 那你千万袂用放弃任何机会，你一定要争取啊！好，志玲，天晴，你莫阁苦劝我，好死老皮，人死老命。我黄明秋，即马敢若希望争取，我死了后，恁大家以后若阁讲着我，拢会讲我黄明秋。 是一个敢认错、敢做、敢担当的男子汉，活到一个好名声，安尼都够。变少，当初时，伊放生我这老母，我惊错了，要去香港发展。我敢讲你声的，你想讲倒转来？ 你又搁为着要证明断离，搁我这做老母的断绝母子关系，我敢怨叹你什么？这嘛是这样无简单，会当感悟，会当浪子回头。你说，说这么紧就要离开我，感觉。 你真是唔肯留出时间来给予好我心，就我问你，你这做起来，敢真是对安尼对待你，是你幼年的亲生老母心？
小林是，真歹代志。我伫遐阵讲卡车，你卡听明春，卡无听我，所以我才急去。我母亲，走去香港，退十几年来，我妈甲你小舅妈，这是我的不好。 我要你回心，变少。我也无回来台湾，已经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人啊。不过，我甲我是捌代志，为了金钱，为了事业，我才无过来亲戚，我定定忘记你。 我即摆要要你为死嘞！明秋啊，你是不明真心的人，你两只已经当紧起来，紧起来好无？卡车，你话讲完，我明秋话个即摆，那是一事无成，甚至讲是神主宰，弄个山地。 都是我的亲生妈妈，卡将你，我今仔最后，搁甲你磕一个头，请你原谅我，原谅我过去所做一切，重新你我这个后生，卡将，请你原谅我的不好，我要先离开，我都可以有好你。 我都替你跑到，我欠你一次，好心人，我才讲还你。别笑，别笑，家长，家长，你别笑，妈，妈，我怎么又会起来这样讲啊？阿妈，叫你别笑，别笑，气氛不过我嘴里安怎讲？ 要不我内心，我唔捌阁无想着你这个后生，唔捌阁无孝念你。今日你一经成为我这个妈妈，我希望你答应我，台湾明仔载给你出殿，我一定要要求法官，一定要拜托伊，唔通判你死刑，好无？ 你卖为难我，我欠钱两个美华的，就我一条命，代报销，请你先转我好，家长。别急，Hello。 小米，阮爹伫胃疗养院逃走出去，啊，恁是安怎照顾病人的啊？不管安怎，恁一定爱赶紧将阮爹伫找着，然后该关倒去疗养院，听有清楚无？真正是一定贵妇，连一个老人来顾不起。Angel，啊，恁爸爸是发生什么代志？我有讲过。 但是，知影愈做对愈有险，所以只要跟我有关系的代志，恁上好是莫想好其他安全。阿妈，我相信明秋若是真正有诚心的悔改，菩萨嘛一定会原谅伊。我只嘛甲咱希望讲。 以后出世会当投胎做好人，少去一次死的尊严。
阿姨，阿嫂，阿恁大家那拢吹就好笑。哎，这拢是假好假咯，讲咯。我阿妈甲家己是家己呐，算做伙，身上都马上无共啊。今仔较是真古锥啦，我想家老以后一定会甲家己共款，像咱遮尔水。恁大家伫个啊？亲，下班啊？嗯。家己恭喜你出院安尼。亲，多谢你。啊，是讲我伫第一嘛，倒真久啊。 啊，搁倒落去，我家己嘛，我都忍受啊。来，家己，你搁找，都加休困几工啊，哈。贤，啊，你定是要问讲，家己什么时阵要登去电视台上班对无？我就是在讲这件代志啦。贤，你放心啦，明仔载我就去小假上班啦。哎，不好咯，家己呀，你今仔才出二娘娘，袂用去上班，加休两工啊。阿妈。 我真正无问题啦。我较无问题吼，嘛爱加休两工啊。阿妈，我介意，你都莫搁甲你阿妈钱啊。啊，反正明仔载是拜六啊，你要小假上班，上紧嘛是后礼拜一的代志，安尼唔着有加休过两工。对吼，阿妈，那安尼拜一我就用上班啊，对无？好啦，我答应你。 阿姨，你常常骗我家己啊，是工作狂，结果呢，你才出院尔，你唔是同款，着急要转去电视台上班。无法度啊，阿家家地家杯，家到地到走啊，我是互你传染着的啊。好啦，拄出院来，坐咧休困，莫徛咧，吼。市长，你伫厝的是毋是拢无好好休困，一直咧研究阿公的遗物？是啊，阿家检查看嘛。 看是不是用草饲，想出保养箱的秘吧。你莫讲到遮尔轻松啊，非得伊妈妈，我都唔准。你搁坐伫遮，面对即款物件，爱好好陪我才会用。好了，时间差不多啊，我爱停水，互你食药哈。嗯。怎样？怎样？ 四十八秒，才1:10，48秒。该来。志忠，你紧看麦阿公这个怀表。先坐。 这有啥物唔对是？我先甲你确认一下，保险箱的密码是哪个数字对无？是啊，啊，亲像我俩准才调查分，是保险箱的密码，结果走去银行，银行甲我讲是哪个数字才对。那呢，咱若是个描述，搁较确定。才调查分，48秒。啊，就是1111控诉版。 一控诉嘛，死啊！我来真正无想到苗真啊！你一定是个代志，想要先过好阵啊，再无注意到的啦。还是讲明仔载是拜六，过几日工咱才会用去银行咧。志忠，无咱即摆先去分，甲大家讲这个好消息。好，行。老太太，无我甲张伟就先来走。啊，路就较细你个哦。 大兄，张伟，你要走啊？是啦，发生什么代志？是，稍等下，等我甲志忠甲恁讲一个好消息。是啥物好消息啦？家已经发现保险箱的密码啦。是啊，你已经知影保险箱的密码。嗯，但是阿公迄卡怀表停落来时间啊。啊，不过志忠，这点你之前不是已经注意过啊？啊，不过银行讲唔对，讲密码应该是哪个数字啊？大兄。 咱之前敢若注意到时针甲分针，自头到尾拢无注意到秒针，安尼时间加起来都是。所以密码应该是
011-1048。一点也都跑唔掉。嘉怡，真正就是你发现倒上迄个危险书内底号码，甲乔连东人的编号相像，才会发现倒上第二号危险书。啊，即马这第二卡保险箱的密码嘛，互你想到啊！你实在是真厉害呢。妈，我是运气好，拄啊看到，嘛拄啊想到尔。即马咱就等到八姨银行开门，咱就用10:48111控诉办去开保险箱。林姐，没问题，对方答应今天签约。小姐，对方已经同意啊。对方的财团主席一听到你要降5亿的美金，伊自身马上就软软。而且，我嘛超好势，下晡3点准时进行公开签约仪式。阿弟啊，我唔是有讲过，仪式爱改做私底下进行。林姐，阮当然有提出这项建议啊，啊，不过对方真坚持，伊讲这边的收购案啊。金额这么大，而且因还拿到支付 BOT 的权利，这对提升因财团的名声有真大的帮助。所以这点，因真坚持啊，要公开签约，也要邀请所有的媒体来报道。既然是安尼，也无法度啦。燕娇啊，非得对方肯答应今天的签约，你这步棋就算是成功啊。燕娇，咱即马赶紧准备一下。应该会赴下晡3点记者会。即马敢若希望，唔只让伊卖走来乱就好啊。来，中尉，这家伙干了相片，李章山会干好手链挂。虽然是听见面哦，也唔过即马看了相片，尤安是感觉家伙干了实在是真古锥啦。希望你甲秋莲囡仔生来哦，卖会亲像家父家母这么高兴，绝对无问题啦。阮常委甲秋莲哦，嘛是金童玉女啊，爱生来囡仔哦，一定会真高兴的。我来滚。老太太，阿姨，妈，您还过来？啊！就拄接阮阿舅的记者有接到通知啦，讲叶安琪甲迄边的买主，伊迄签约仪式改伫今仔日下晡3点要进行。哪会安尼啊？所以我们才赶紧过来，想讲甲你参详，看要哪样会较好啊。啊，是讲叶安琪啥在改咧今仔日3点签约啊？叶安琪一定是听准讲，今仔日是礼拜，咱无到迄银行拍开保险箱，将阿公甲因爸爸当年签的文件提出来。安尼就无得阻止伊去签约，将遐资产卖掉。那呢，是要安怎才好啊？总要想办法阻止。啊，若无保险箱一拍开，若真是有迄份文件伫内底，安尼就啥物货拢没有啊。啥？你让我下晡3点出席恁的记者招待会？无唔对啦。因为演着烦恼，有人会去现场破坏记者会的进行。所以，谢警官，即摆是车是刑事局的，唔是你车私人保镖啦。搁再讲，我嘛无迄个立场跟因斗相共。假使讲你来听记者会啊，无法度顺利进行，安尼你会使加设几啊保全来控制现场嘛？谢警官，我加设保全啊，当然会保证我的记者会会顺利进行啊。甚至是伫个记者会开始进前，就先清场，把一挂不要紧的人拢赶赶出，然后把大门关起来，莫放任何人入来。啊，不过一方面，要跟我签约的是大财团，我认为因无希望个张明武敢遐尔严肃啊。另外一方面，下来闹场的人，应该就是黄志忠甲彭佳莹迄群人啊。啊，你甲因哦有交情滴个人，若是你肯出面苛刻伊。我相信一定会听你的话，安尼张明就袂不敢遐尼啊歹看，所以你就免讲遮尼济啦。阮领的是纳税人的钱，毋是你的钱啦。张明好看甲歹看，这拢是恁家的代志，阮绝对无可能去替你徛台啦。
谢警官，你真是唔肯斗相共，真歹势啦！唔管讲恁记者会啊，舞了外严肃，舞了外笑过，甲阮刑事局啊，拢无关的。所以讲，我无理由带人过。谢警官，你唔通怪我无提醒你哦。你可能去顶摆阮志良刚要去结婚的时阵啊，大家惊出代志。拜托你去现场维持安全。迄个时阵你唔答应，结果呢？结果舞到什么场面出来啊？舞到阮志良也穿个美旗亚走，然后美旗惨死。即摆你若去袂去顶摆的驾驶，今仔无会派人去现场维持安全。然后呢，到时阵啊，若出什么代志，甚至是出人命啊，你都卖后悔哈。小英官，李鲁斯讲的这个理由应该有够充分，应该能让你点头答应带人来替我顾的，对不？是下晡三点。嗯，无唔对。我希望你会当提早十分钟到位。好，我会带人过。小英官，真多谢你肯斗相共。李鲁斯，阿弟。来，咱紧回来准备记者会。美华，啊，他秀芬先生唔知顺利无？奈个怎啊拢个无消息嘞？卡姐，你免紧张啦。啊，秀芬这阵啊身体一直拢真健康，应该无问题啦。但都是志中人哦，唔知去银行开保险箱有顺利无？亲家啦，亲啊，是啊，亲啊，是啊。迄秀芬哦，迄只牛仔仔平平安安生落来，吼，两个牛仔仔即马拢好势好势，阿牛咧顾伊，我会先倒来甲恁报喜一下啦。美华，那你有听的无？咱黄家搁添顶啊啦！我希望志良倒来哦，也是同款，同款是好消息啦。爸，阿爸，志良，家己的密码完全正确。银行的保安箱嘛拍开啊，保安箱内底都藏一卡铁盒。市长啊，啊内面是啥物物件？阿妈，我也未拍开，因为这阿公的机会，关在当地边，我才能拍开。哎呦，紧啊，紧看卖咧啦。对啦，咱紧看卖，是毋是恁所讲合法的文件？看你阿公交代啥？我是黄飞鸿，这是我最后一封遗言书。等恁看到这封破的时阵，可能已经知影我真济被记账的代志。我是靠一块美金白手起家忘掉，啊！不过我这双白手，这么多年来一直用心计较，所赚的拢是乌心钱，走私、贩毒，各种伤天害理的代志，我无所不做。虽然我运气好，赚真侪钱，嘛自头到尾拢唔捌出过代志，啊！不过年岁一大，我就开始反省，开始觉悟。甚至开始惊伊啊！我惊我家己做多端会害因子孙，所以我渐渐行去你正道，用创立的超联集团，啊，搁大黑工程。啊，不过我是做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代志，就是甲家己的好朋友叶伟仁因某偷来暗器，所以后来才有大黑工程。交予叶伟仁经营二十年的兄弟，爸，真是有这件代志。爸，爸，真是有一个文件。志中，先将你阿公的杯看完。
过我是感觉真见笑，对伊的为人，我嘛感觉真亏欠，所以我的内心真矛盾，唔知影二十年后是毋是应该向伊上大义工程讨回来，甚至唔知影是毋是应该将所有秘密拢互恁知影。最后我决定用这款的方式将秘密藏起来，就看恁这子孙啊，是毋是有这个运气甲智慧来发现啊，然后嘛，互恁这子孙啊，家己去做决定，看是毋是要将大义工程讨回来。啊，不过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大事，就是一定要将黄氏家族的一部分财产提出来做善事，提出来替我赎罪。因为我在世的时阵，我有私心，因为想要庇荫着恁家子孙，所以这点我做袂到。希望恁能替我做加到，感谢。黄花王亲笔，局长，先看卖看这文件是毋是正确。局长，安怎？我阿公甲叶文所讲文件。而且这内底所讲的内容，嘛是甲阿公的遗言书，阿公伊的遗言所讲同款。啊，姑叔，你鉴定一下。这是法院公证过的文件，绝对有法律效力。局长，那安尼咱会做起叶安琪脱身啊？啊，紧，你要十点啊，咱赶紧去做起因吃药。媳妇，家祥就拜托你照顾啊。没问题，坐进去。阿爸，阿公文书内底所交代几点？等我回来，咱再来好好讨论。好啦，好啦。希望我阿公以后能阻止。志明，时间无早，你开车较紧。已经好啊，时光在停。哪会到今麦，志忠甲家己也袂出现啊？敢会真正叶安琪将所有资产拢脱手了后，就安尼走去啊？严格来讲，规件代志的结局若是安尼哦，就真正无天理。主席，已经十点啊，咱刚好在等黄志忠伊阵哦。陈主席。我先提醒你，咱签约的量是应到啊，我的耐心嘛应存无偌济啊，无可能继续等一寡无关系的人。是啦，陈主席，台下的记者跟来宾嘛等到无耐心啊咧。好啦，既然时间应到啊，咱就正式开始准备签约。啊，陈主席。我看一寡要对记者讲的客气话，就信起来，直接开始就好啊。要那无，我会赶袂赴我的班机啊。各位，大业工程甲正大集团签约记者会，即马正式开始。各位贵宾，各位记者朋友，是啊，真歹势，互你加等一天，啊，不过。我绝对会和大家陪等的，因为之前我有讲过，为了这一天，阮正大集团必须要加付出5亿的美金，可以啊，董事长，这5亿的美金啊，咱都都甲当作是一个大红包了，哈。啊，陈主席啊。多谢你这么大方啦！这个大红包啊，我都收来啊。咱就开始咱签约仪式啊。嘉祥宏明，交换合约。
冷静。赶紧赶，我用不好就忍受啊！就你马上把伊赶出，莫让伊妨碍阮签约。志雕，你想哪要闹场？赶紧赶，我不是来闹的。陈主席，各位，今仔我找着合法的文件来证明，大义工程是我黄家，不是叶安琪的。这张千百块保险箱，摕着内底文件。专心工作，咱来去头前翕一挂精彩的画面落来。陈主席，这份文件绝对会当证明，这摆大业工程早就是黄氏家族的产业，所以叶小姐根本就无这个权利，并未属于大业工程名下的财产。你若不相信，会当请你的律师鉴定看卖。我先看卖。真歹势，袂用得乎你。你把互阮看，要哪知是真诶还是假诶啊？叶安琪，防人之心不可无啦，尤其是防你这款恶毒诶查某，谁知影你是毋是一地高手，马上就将阮家毁掉啊！陈主席，即卖咱啥物拢免加讲啦。等你看完这份文件，你就会知影纪中章讲诶全部拢是事实，而且你阁会感觉真好加载。也袂甲叶爱去签约。来等下，你讲我是应该看，还是不应该看？陈主席，刘明武敢安尼啦？我若是讲应该看，是违亲之类。啊，不过我若是讲我不应该看，有的事是我心虚共款，所以我无意见。啊，不过要提醒你。因为做技术可能袂歹，可能会骗过你甲赵律师。陈主席，我用我律师的技巧向你保证，这份文件绝对是真的。赵律师，甲我做一看。是，主席。叶安琪，莫阁想空想空啊！即马社警官阁有遮尔侪媒体记者朋友拢在场，我想你应该袂伫因个面头前要毁掉这份文件才对啦。林先生，这份文件真宝贵。算是收了。陈主席，你这摆的意思是，你已相信你的消委啊？是不？不是，我相信的是白纸黑字。那呢？你这摆怕什么安怎？亚当书记，啊，派谁？我即马应该称呼你叶小姐就对，因为你这当时就是假。叶小姐，你明明早就知影我这份文件的存在，你嘛早就知影，你家己本身无任何权利拥有大业工程，你无资格甲我讲是你做买卖，你阁要甲我完成签约仪式，你这样行为。那是跟我争笑，
甚至会当讲是诈欺的行为。所以我希望，等下你就赶紧再飞两天回去美国。因为小等我宣布这个记者会结束了后，以后伫个台湾，你就无徛起的所在。也那无嘞，你想要对付我是无？做你放心，我唔是恶毒，啊，不过我自从伫个台湾政界、商业界，我阁有相当的势力。文先生，这件代志你对我帮助真大，让我唔免白白损失180多亿的美金。我希望以后伫个生意上，会当有机会甲你合作。好我害你这个冤情。陈主席，别客气，我只是讨回小王黄家一切，我只是讨回阮黄家的公道。你尊黄总裁你这个好心，应该感觉真公平。请你大家先休息一下，好好完成这个记者会。各位媒体的记者朋友，真歹势，今仔日我如果无法度甲大业工程完成签约啊，大家稍等一下，啊，不过我向大家保证，总有一天。阮晋代集团会甲大业工程完成签约的仪式，是讲到时阵是甲我对面这位黄志忠黄先生，唔是我边仔这位叶小姐。各位，实在真歹势，今日的记者会就到这为止，是的。给予一挂演戏的画面，来。好。谢谢。谢谢。梁主席。黄志忠，一声你满意啊吼？啊，袂咧，这只是一部分的公道尔。无唔对，伫个钱财方面，咱是无相欠；，也毋过伫个人命方面。要找你算好清楚。我辛辛苦苦经营遐尼久才得到的财产，竟然让你安尼就抢去了。刷落来，应该是我找恁郑小姐对。阮志良，我知影你真友好，我一定会赶紧让你甲你妈妈团圆。洪美华，你嘛同款，真紧你就应该甲刘玉英做伴。黄志良。你手头迄份文件根本就是废纸，因为我甘愿把大业工程放火烧掉，我也袂交乎你。也若分家己，你绝对免笑，想要重新坐起你主播台。谢警官啊，叶安琪即马公然咧恐吓阮，你是不是要马上甲抓起来啊？叶小姐，请维持你的风度，控制你的情绪。也若无，你拄则所讲的话。应该写蛋糕哩。黄志明啊，你是你向我大爱许个，你唔当做歹阮的家气哦。阿娇，莫跟因计较，咱先离开这。是啦，阿若无，因写愈去愈离谱。肖队长，好佳哉，恁今仔有来。我也是好佳哉，讲今仔无发生代志。阿生，是嘞，来等。
贵宾有精彩无？保证精彩，伊阁是十足，一定是有挂头。真好，严格来讲，那呢，咱就用今仔日记者会的画面来当作嘉义重新转来做主播的头一条新闻。报这条新闻，我有感觉真荣幸啊！那呢，我甲志明先转去亚洲，把这画面处理好好势。高老师，这摆实在感谢你专工转来斗相共来。唔免客气啦，会当替恁讨个公道，我嘛真欢喜。志忠，咱赶紧转去甲阿妈讲一个好消息。对啦，咱赶紧转去处理恁阿公文言所内底交代的代志。高老师，转去爱记开电视看新闻哦。我的性命来换恁后半世人的幸福快乐，希望恁当谅解。我这世人做了真侪糊涂的代志，所以我今仔日想要真清醒来面对家己的报应。多谢你。